怕晒，我还是带着吧。晃晃悠悠，晃晃悠悠，说个情话我听听。宝宝最美，最爱宝宝。今儿逛完石林子来这儿，真是逛不动。是啊，吵起来都。草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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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鸡。那个户外探险什么东西？哎，对，其实这挺好玩的，我觉得，就是来亲子啊，来什么都行。嗯，对，这种贴近大自然的挺好的。我上次是坐那个下面的索道，坐的有点草鸡了。这个只要猴，我们可以去抓它。你去吧，我给你拍着，你去吧。在哪里？你知道？不知道。就在这棵树上。是这棵还是那棵？这个小树上。嗯。小风那个吹呀吹呀吹。Ha ha ha!
是大风天的话，其实是挺有名的。那个大洞，嗯，咱是不是就是从那边过来的？挺快的，这个没几分钟就走完了。你是坐船的地方？就是咱来的，咱就是绕了一圈儿。哎呦，那是走了不少了。直上直下。嗯，挺好，挺好。不错，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这旺季的时候应该，嗯，旺季就是过就是，还是暑假的七八月份。咱现在来的正好。嗯。其实这个五一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。嗯。给你点个赞。谢谢。又可以坐嘟嘟车了。我就说嘛，坐起来就没那么热了。我好怕我的帽子被吹掉了。我觉得我来云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天好蓝啊”。把你口上小病。你说我今天回去这个帽子烤肥羊，不是，我问你会不会就是晒的一个洞一个洞的脸上，我觉得一个眼儿一个眼儿，你一直在走，我这个眼一直在变化，晒的就是能挺明显的黑。那好蓝的天，你看你也觉得天蓝吧。嗯，看我西瓜甜不甜。来，石林美不美？我们看到大石头了。我们等一下也会上这个小亭子。观，听观风亭啊。两清池啊，如果会心池的朋友往这里过的话，就有一条江清了，叫做两清池啊。我的手指的这一个方向，棱角比较分明的这一块石头，有没有看着？这里的话就是龙头，龙头，棱角比较分明的龙头在这里。我走前，我走前，他们要走前头。我怕我掉下去，这样你可以蹲一下。你刚刚就连着我一块。我蹲到你脸上去。旁边这一小只，对对对，云南十八怪，四只竹鼠一麻袋。这是什么？保佑我健康啊！活100多岁。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嗯，那就是，那就是。啊？嗯，应该是。哎呦！哎呀，这个都默生香玉石了都。哦，真是。手子呢？走慢一点点啊。你上那个顶峰没有啊？是吧？对，上那个最高点呢。我觉得秦导，你这个身体应该很好，一直这么爬，一直这么走，都不用去健身房了。工作就是走啊，我一天走，今天就这样走走走。可以啊，看你十二个就行。对呀。啊，你就到了。
装的。竹竿今天是最美的，还是马云拍的？哎，对，这个最贵的。什么照相馆照一个？谁的照相馆？照一个还是拍一个？照相馆。麻烦先生，啊，我也照一个。好，给他调低一点点。哎，对，好，别动，一二，大拇指竖起来，给个赞。好，调低一点点。二，哎，好，很漂亮。待会这个票，你待会出去看。好了，你给我十块，不好你停在这儿，姐，到这儿。这个就是黄连，别乱吃。没人，现在真一个人没有。是。你看不看？我说对面呢是石林的吉祥三宝，有人靠的地方，在石洞岭的地方呢是大象的两条腿、大象的鼻子、大象的驼着乌龟，乌龟的头扭向树梢，啊，乌龟的背上最上面最小的一个那好不好，金蝉蟾蜍啊。还是来到这个咱们的长颈鹿大粪池啊，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。哎，两个啊，我把这个啊，阿诗玛，滋滋作响的罗非鱼，什么需要他都可以说，咱家菜品不好吃，吃不习惯是可以退可以换的。哦，这里可以领狗狗进来吗？哦，对，这么好，因为是阶级吗？这么因为是什么阶级？如果是商场那些，我咱们店多半都在商场，哦，在商场的店就进不去。哦，阶级哦，我反应过来了。罗非鱼的话是淡水鱼啊，鱼是只有大吃都可以把你踢掉。挑的这么细啊？这个大致，这是鱼香料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
所以可以了，非常有讲究啊。就比如选材方面，这个鸡肉的话是选自云南的铁角麻鸡，然后是属于半土鸡啊，就是人工圈养在山上的那种。然后这个汽锅的话是选自建水的紫陶汽锅，和其他的土陶瓷汽锅的话区别也是很大的。好的，这边的话就是一道麻椒鸡的吃法喽，然后给您讲一下。那是道具，前面是模型。这有芝士的，有原味的。这个要等多久啊？等的是做。特别喜欢这里，超好逛的，但是我们吃不下了，就只能看看，眼睛吃吃。